同志们，你们好。这节课主要讲一下散布式的构图方式。散布式的构图主要指画面里面的物体以点缀式的散落在画面上面，给人一种比较轻松的、比较休闲的这种感觉。那这种松散的这种结构呢，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它还是很讲究这种聚散关系的，不是平均的分布在画面上的。它依然会有一些主次关系，依然呢会要注意到一些统一变化的这个原则。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一幅画的整个绘画过程。笔上还有清水，蘸上浓墨。这些石头可能之间呢不一定有太大的联系，或者有一些联系，那还有一些小的进行一些分散的。它基本上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加在一起的。分散在画面上的。造型在大大小小的变化上面呢，还要注意这个聚散关系。你看这组就靠得比较近，然后让里面一些比较密集的空间呢，再填一些小的石块，形成一个小的这种团体。考虑到前后关系，后面的石块可以让它再稍微呢扁平一点。这是表现了一种平平的滩涂上有好多石块累积在上面，也像一个很大的河床的一个景象。石头的走势有点接近，都是朝一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接近的统一的这种形状上面呢，还带有一些小的变化，有一些区别。到了后面我们可以处理一些比较横向的走势啊，方向啊，都扁平的横向的。笔上蘸的墨水呢比尖端比更淡，所以到了后面我会发现墨色开始渐渐的淡掉。并且用笔也慢慢的把它吸掉，要开始做。画面的左边的，加了一个小缺口，以利于这个画面
向终身发展。可以把它都撕掉，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前景呢一些地方造型稍微给它再完整一下，比较密集的地方呢再插一点点进去，画面的大大小小的山石互相之间好像联系不太多，闪闪的分布在画面上面，那实际上它们互相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内在的联系的，按照统一变化的这种原则形成了内在的一些联系，所谓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而且要有一些资产关系，比方说淡了，我们回过头来呢可以补充一些增强前面一些石块的这种质感一些联系，而且感觉到前面有密度还不够的呢，我们在里面再加一些，可以在浓的旁边呢再加一些重的，然后产生一些变化。点上一些淡点，铺一下，大大小小揭开来，调成灰灰的，像水分少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加点水，石头底下给染一下，有意无意的流洗库里面，
颜色占的比较糊，有点刀荡占的，所以我们画到后面呢，它渐渐的也就淡掉了。一开始画木稿的时候也是的，笔上蘸了一笔，基本上一笔画到底，正好把所有的这个山石呢全部把它画了。还剩一些比较滋润的，正好染一下远处的山头。好，笔上没有了，我们回过头来，笔跟再吸一点清水，笔尖再吸一点这个颜料。那么把这些前面的这些本身很小的空里面呢，做了补一补。是这里面密集的地方显得更加密集。小的更小，看着湿布是这样散布式的，是很轻松的。那点现在点子上点了也是的，轻轻点点的在画面上面分布开。当然有一些珠算关系，有一些珠算关系。处可以顺着这个再增加一些层次。出的上头直接用这种冷灰调子染一下就差不多了。好，笔上水分颜色差不多也没有了，我们呢再来蘸一点冷石调，蘸一点点就行了，不要太多，把它调灰掉。把前面那些石头呢照一下，但也不要全部照死，适当的留几空，留几空白。那染色调跟刚才的染色调形成一个对比。小石头那些不经意的点染一下，这样画面色彩上面呢比较丰富。那现在这个笔上，我刚才也是笔尖蘸了一些颜料，这笔根呢它越来越淡了，然后轻轻的正好呢把远处的这些石头留下来一些亮呢稍微照一照，跟前面正好形成一个由浓到淡的变化。阴影的正好把这一笔呢给它用完，画面的整体的这种气韵呢也衔接的比较好。然后这一张我们再点缀起这个一点点小景啊什么的都可以，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点缀一只小船。然后等干了用软石料再稍微染一下，然后还可以把笔上浓的去掉以后呢，在远处再点一点点混一下，点一点小风放在远处，跟近处混一下。这张画基本上就是以这种散布式的形式来把它完成的，三个石头互相之间都更多的石头之间呢没有连在一起，那
但是我们用自然关系，用这种整个河流水面白的河流这种 S 型的这种走向呢，把它连接在一起了。所以看上去石头与石头之间是分的，而实际上呢，里面有内在的联系，所以呢，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幅，以天空为主的，上面云朵，以其分散形式出现的这么一个画面。点缀上是吧，植物植物出来以后呢，又有一些交叉与错落，树根的动势也有一些变化。形成一组，这边呢把它分散出来。那北上再蘸一点水，蘸一些淡墨。上蘸一点龙丹，形成一个龙丹变化。
我再加点水，再加一点淡墨。那么天上的这种云团，我们就用这种散布式的手法来。那这个一团一团的这种云团，互相之间可能会分开来，但是呢，你还是要有一个整个这种自上关系，有一个大小变化来进行一些联系、一些调整。在一些大的这种孔里面呢，加一些小的孔，大大小小的把它揭开，然后有了我们再来沾一点水，再沾一点这个墨，可以隐隐地穿插在里面，本身很密集的地方还可以再进去，再进行一些点缀，还可以再加一些浓的。增加层次，分布呢也要注意一下，相对要有一些集中，相对要有一些分散的，然后该打到纸边的要把它打到纸边。刚才扫的这些蛋团里面呢，淡淡的木团里面有些太平的还可以再去铺一铺。这等干了，我们可以呢把前面再一点点软湿掉，色彩要淡雅一点，你整个画面都是比较淡雅的。这张整个主要就是表现了这个云彩它一朵一朵的那一种散布的形式出现的啊。那这节课主要讲这个散布式这种形式在格图里面所起的作用啊。散布式虽然叫散布，而这种散呢是有内在联系的一种散，有自上关系的一种散，有某种这种线脉的，你比如以某种S 型的线脉啊、C 型的线脉啊等等，把它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说实际上是不是散的。那好，这节课呢主要讲了这个散布式的格图形式，同学们再见。